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如这个图啦，这是梯形啦 ABCD， 那它边长分别是3、4、5、7，若延长两腰啦，延长两腰，然后交于这个一点，那么他问说哈 ，AE 跟 ED 哈那个的长哈分别是 A 跟 B 啊，那么他问呢这个 AB 哈等于多少？好，我就把这个长算出来。哦，因为你延长以后，因为这梯形是平行嘛，所以这两个三角形就相似。哦，那既然相似的话，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个A 加，这 A 加五了哈 ，A 加五哈 ，A 加五比上 A 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这个大的三角形这个边比上三啊，7:3，那这样 A 我就可以算出来啊，这个也会等于多少？这个比这个哈也会等于 B 加4哈。啊，比上 B 啊。好，那我分别呢，可以把 A 啊跟 B 分别把它算出来，我给它交叉相乘，3A 加上15等于7A 啊。那这样子哈，3A 过来就4A 等于15，那 A 哈就等于1/4。好，啊就给它交叉相乘。7B 等于 3B 加3是12，移过去 4B 等于12，所以是 B 是等于3的，4×3=12，所以 AB 这个数对哈是等于多少呢？ A 是等于1/4，B 的话是3。